Hello， 宝宝们，今天给宝宝做一款干净的美甲款式。首先我们涂奶油卡其的二号色。打底两遍，中指涂裸美肤一号色。涂好后整体照灯60秒。准备一瓶转印胶涂在中指照灯60秒。照干灯准备白色的点点转印纸。用剪刀剪出指甲大小。注意一下反正面，亮面朝上。放到甲面上，用硅胶棒按压服贴，把转印纸轻轻揭下来，再取一个金色的英文字母贴纸，放在指甲中间按压服贴，用彩绘笔沾金属彩绘胶在小指和食指上画横线，画好线条照干灯，准备好链条，用蟹钻钳子剪出长短，在无名指上涂免洗沾钻胶，把链条围成弧形。摆放好，用手持灯固定，再用蟹钻钳修剪两边长度整齐。两边涂好胶，放上半圆铆钉。再涂免洗沾钻胶，放上白色的树枝蝴蝶结。把刚才小指和食指的线条上也放上半圆铆钉做点缀。再把蝴蝶结周边填好缝隙。最后把整手涂加固胶包裹贴纸铆钉。在上封层就完成了。用到所有商品到店铺去找哦，找不到联系客服。每天为大家更新详细语音教程。喜欢的爱心收藏吧。一别半生，不过转转又兜兜，用尽最近头发。